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像我们玩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：幽冥路》DLC， 那我们要去下一个主线关卡了。那这一次关卡叫做《会神枪三英集聚义》。连男生加入龙宫后，势力日渐增强。但严丹生在打听过倭寇首领黑种罗网的来历后，心知刚好东海龙宫一方之力远非东瀛我国之敌。此时敖广提起了另一个在杭州左建的帮会。喵，怎么样，这尾鱼的滋味不错吧？哈哈，不客气，你慢慢享用吧。这些鱼啊，咱们东海龙宫要多少有多少。哼，跟阿丽处得不错嘛，海龙王。大胡子，你顺便带一只猫，才让我惊讶。什么？阿力可是我那几年唯一能和我谈心的家人。那阿比岛鸟无人烟，若是没有人聊天的伴，就是得道高僧也给闷坏了。说到家人，我听说你本来是领月来的，回过家了吗？这就不用你挂心了，我老弟过得好好的，这些年还开的武馆可赚了不少钱。哦，是武师？哪家武馆？老子有空也去光顾光顾。你小子这身功夫还用得去武馆吗？你要是敢去拆汉的台，我一刀劈了你。哈哈，大胡子你放心，比起武馆，老子更想逛窑子。严大哥都调查清楚了。多谢了。大胡子，我虽然说手下任你差遣，不过你还真不客气。你派弟兄去调查什么？上回那些黑衣我能说的话让我有些在意。还记得他们提到谁要来取你的命吗？什么狗屁魔王的，老子也记不清了。哼，你个小子想带好龙宫，可得再对周遭发生的事上点心。名字是黑种罗网，弟兄们收集的情报虽然是各种道听途说，不过大致可以确定他们是东瀛海盗的头儿。据说这些人已经控制整个东瀛，势力大到连皇帝老爷也敬他三分。然后这些倭寇杀也杀不干净，这些倭人既是举国来袭，就没这么简单对付了。人不够，咱们再多叫点人啊！也不只有咱们东海龙宫在抗倭，杭州那最近也冒出了神枪会。神枪会有交情吗？嘿，怎么会有？老子从来只有和生意可做的帮派来往，但神枪会不但劫倭寇，还劫官粮、杀官差，根本宣传土匪没什么两样。但这神枪会的帮众据说都是军旅出身，对付倭寇这事肯定是比咱们这些渔民商贩在行的多，看来有走一遭的架子啊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咱们有你大胡子，即使不靠那神枪会也能干翻倭贼，犯不着和他们瞎纠缠。你也应该清楚，官兵现在和东海龙宫有完全击溃倭寇还不够，等我将倭寇完全铲除，像小李子那种事以后只会天天上演，咱们需要更多人手。罢了，你们几个准备烧船送严大哥到杭州去啊。是，不过大胡子你这个担心，那神香会可不是好说话的对象。我本来打算用言语说服他们。喵，哎，这么快？嘿，砍刀！我怎么还活着？哈哈哈！放心，只用刀呗。严某可不是来杀人的。东海龙宫严丹生前来拜会，当家的是哪位？就是他吗？回帮主，这是大胡子。下来者要见帮主，从上下海又打到山上，交手的弟兄每一个人高三招以上。妈的，一群饭桶，平时超人到哪去了？直接枪阵啊！是东海龙宫是吧？区区渔民来跟我们叫阵，有什么本事便让老子瞧瞧。单兵呢和严某共同参招，有些实力，至于阵法如何就让严某来引教领教。来了，严某这几年来苦无敌手，诸位有何本事即管使出来了。贪官污吏，死不足惜。卧虎开山，原为麾下兵士在罗刹挂印而去后，就随罗刹聚赃为匪，杀官抢粮，
贪官污吏，大伙结阵，不赐！贪官污吏，大伙结阵，赐！噔噔，点穴好了。然后其实在玩这关关卡之前呢，我有在一些自由关卡一直练等，我现在应该是六等的了，没记错的话，这鞋2700的。来了，严某这几年来苦无敌手，诸位有何本事，即管使出来了。然后这地游戏的游玩模式啊，好处就是不用去跑大地图啊，可是也缺少一些玩大地图的乐趣。你的罪孽用严某的刀来丈量。奔雷镜哦，你看奔雷镜可以增加冲锋幽影，看一下冲锋幽影。干咗孟婆汤，除我风度，判罪缺言，审恩断扬。我要跟罗刹打了吧？这枪阵首尾相应，将对手破在70之外。莫非一流好手，确实难以近身。只可惜我们遇上的是炎蟒这把刀。你的刀到底多强啊？大伙去去，来的。但看高光瞬闪，尖枪齐备，炎战身在一瞬之间挥出了五刀，将五支枪头全数截断。什么？枪头给？倒下。默契配合的不错，但这里还有一些死角，对付倭寇倒是绰绰有余，算是二流的吧。哼，大胡子，你有些本事，让严某、让罗某亲自来会会。帮主，咱们来帮你。都给老子滚得远远的！练这些年只能过三招，杀方要自个招招去。老子来告诉你们的枪法怎么死。马步沉稳，近临枪尖，好。当家的先通姓名，哈！别笑掉我大爷，连老子的名头都没听过吗？便要来挑战我神枪会吗？人说百闻不如一见，与其慢慢打听，严某不如亲自上门。再说严某可不是来挑了你神枪会，是来找你一块打倭寇的。哼，打倭寇，先让老子练练你的伎俩再说。听好了，老子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神枪会罗刹便是。好。阿比打了炎丹针，向罗帮主讨教。为什么是你先动啊？呸！瞧下这狗屁世道，谁还与朝廷那帮龟儿子一道？为人冲动好战，直爽豪迈，本为朝廷将领，却因不屑朝廷各种阴险算谋的手段和顽固百姓的态度，辞官为寇，在江南一处山头率领旧时部众创立神枪会。专以官府心想各地匪贼为目标，哦，烧山放火打家劫舍。可是打家劫舍跟百姓的态度，OK， 那什么神行真言护体 ，OK。方才助助他枪头几刀，全给他避开了。长枪本不离近身搏斗，这罗刹竟然将枪使如软鞭一般灵活。罗帮主果然毫无意，能将长枪使得这般灵动，殿下只怕找不出第二人了。哈，大胡子，老子也很没久打得这么尽兴。大胡子，你还有什么绝招，尽管使出来，老子这把枪叫你全破了。只要劫对车，捋对人，杀他妈的贪官污吏有何不可？来了。严某这几年来苦无敌手，诸位有何本事，即管使出来啦！阎罗侧头劈过一次，单刀架上枪杆，一路向下削去。罗刹再不收手，狮子便要尽数断去。射手，无策。罗刹长枪突然一个后收，已然避过尖枪尖，赫然又出现在阎罗眼前。只有擦伤了大胡子。你好样的，你可是第一个避开老子这个杀手锏的人啊。他是故意诱我削他手指，方才要是没能避开，我的喉咙
罗帮主，看来你要我分出胜负，势必得见血收场。哼，都打到这份上，你还想咱们两个的毫发无伤吗？阎魔说过了，阎魔可不是来杀你，是来找你打倭寇的。哼，等你活过老子枪下再说吧。再来。我说不能动。空有一身武艺，却无改变呢个世道嘅雄心，终归只能系草莽野夫啊！啊，躲掉了。给这小子一点苦头是没办法了。严大圣运起无间大法，眉宇间顿时紫气大盛，大刀一挥，一道道灵异刀劲向罗刹迎面而来。妈的，瞧你这小子，是你刀快还是老子的枪快？罗刹不挡不架，一杆长枪直管向阎罗刺去，刀锋划上他的肌肤，却没有阻止长枪来势。剑尖转眼间便要刺到，却在阎罗面前数寸落了下来。罗刹手上的长枪不知在何时已断成了数节，好家伙，长枪已失，身披数创，还想战吗？你已败了，收手吧。笑话，老子的命还在呢，很快便不在了。什么人？是上次那些黑人？全杀了。嗨，我呢？他妈的，来人快把我的牙角枪拿来！给老子稳住阵型！小子，枪在何处？你罢了，在西边的库。他妈的，我操！你敢偷我的牙角枪？把个牙了，在那家伙身上吗？烟幕散布用意，啊，准备释放烟雾。嗨，帮主，乌贼放烟幕？废话，还不敢将放烟幕的家伙干掉？说要先打他，背着牙角枪的忍者，偷枪忍者，海兔鹰，海兔鹰是你，所以阎罗暂时不能动吗？瞧下这狗屁世道，谁还与朝廷那帮龟儿子一道？像过不去啊！神枪会的警匪听好，何等占据此山多年，劫掠沿海百姓，至此民不聊生，今日我等奉命劫匪，不想死的话乖乖束手就擒。帮主是官府的人？嘿，劫掠沿海百姓，百姓都给倭寇劫一精光，老子有什么好劫的？想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到老子头上，门都没有。你们这些官差，现在该抓是这帮袭击我们倭寇。长芒武夫一派胡言，什么倭寇，这几个可是朝廷为了捉拿你们这些江湖匪类派出的锦衣卫。好的，锦衣卫，亏你说我出口。严大胡子，看清楚，这便是当今官府的嘴脸，老子当初可真是走对了。哼，原来官府早就和倭寇有所勾结了嘛，是严某失算的，老子现在要将这倭寇官差一起干翻了，你跟不跟？小子别搞错，会先干翻他们的人是我，你慢慢跟过来吧。就看是谁跟谁，众将士，给我这群将这群群党拿下！哇，你这么热闹啊，今天。贪官污吏，死不足惜。先把那个神枪会那个枪给拿到。这个是只限两个，毒龙出动。可以击退哦。等一下，罗刹可以动。觅食人啊！
但每一集的主线关卡可能都会打上二十分钟。蛮多人的。放置饥餐葫芦肉，小谭可以匈奴血杀。放置饥餐葫芦肉，小谭可以匈奴血杀。然后配枪是哪个？这个 OK。又闪掉了。耶，拿到了吧？把枪留下。小子，拿去。这一下你们可有土豪吃了。哼。呸！瞧瞧这狗屁世道，谁还装备拿小枪？然后先干掉这一只。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古月玄他们，我蛮期待遇到的。龙王是一定会遇到了，应该吧。放错了，我应该放另外一边。原来就是你呀、啊！是老子一枪，四周烟雾逐渐上去。OK， 这样应该是不会有一些那个状态影响我们的状态。我觉得命中率好低哦，低成这样。闲杂人等速速回避。OK， 好，快打完了，快打完了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谭可以匈奴血杀。杀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小谭可以匈奴血杀。看一下哦。有一招是可以冲到面前，是这个，哦，挺帅的。哇、哦，好特别哦！这招不是很像荆棘那个动画的刀法的招那个动画吗？死去。走法好酷哦，以前都没有这样。
有可能神将会的帮众也会变成我们的部众哦，他们感觉比较强一点。大伙儿结阵，刺！基本能力比较强。因为有时候战斗会有些繁琐，大家如果不想看战斗的话可以跳过，但是有些战斗是有一些对话的，所以大家就自己斟酌斟酌吧。好，赢了。杀神七绝，大人，这一阵太厉害了啊。可恶，真远啊！快向后头增援下来。你们没有增援啊？你是海龙啊？怎么，你小子耐不住寂寞吗？我要是耐不住寂寞，就是管腰子，可不是和你们一起叫小货。要不是我和弟兄搞定上下那一批观察的后裔，你在那边那个马脸，还未也站上两三个时辰。喂，那边刚来那个，你说谁是马脸？哼，你这不是自个都搭腔的吗？你是东海龙宫那个海龙王吧？我瞧也不过是爱人捡便宜的臭神僧，连大胡子孤身来我神将会，但老子输过心服口服。你除了在山下挑软柿子吃，还能做什么？你这个马脸，我现在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要打下咱们之后还有一次机会。罗帮主怎么样？咱们两帮如今倭寇的官府都一块惹上，今后便一块干到底吧。还是说你还想继续翻船那场还没打完的架？大胡子，你们刚刚听到我说的话，我说心服口服了。加上方城那一战打得窝囊棺材哭爹喊娘的，真他妈的痛快。你知道我想干什么？老子跟了。小子们，给老子听好了，今后咱们跟这大胡子一块干功夫打倭寇，哪个不服气的现在给老子滚下山。锦州帮主号令，没有一个人离开，倒是和我敖广一般挺能抓住人心的。这是字的，小子们全是我还在操心时的旧部，一同杀敌，一同吃饭睡觉同胞，大伙子厌倦了朝廷这龟儿子的行径才离开的。他妈的，老子想来就气，凭什么咱们要看倭人眼色？老子就要和他们干到底。妈的，你这话说倒是不错。哼，老子还要你夸吗？臭水蛇。大胡子，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话想？对不起，大胡子，接下来你还想做什么？那黑种罗旺两次派人来除掉我们，肯定是有所忌惮。而如今既然两次他们铩羽而归，想必短时间内他们也重新评估我们的实力，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发展壮大。驱逐海上的倭寇自然是一定要做的，不但能够训练帮众们对抗倭寇的经验，也能断绝黑种龙王的财源，如此他们进一步壮大自身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应该吸收更多志同道合之士，我们没有官兵的援助，必须自行扩张到有能够与黑种龙王相抗的实力。壮大嘛，要养这么多人，钱肯定是一大问题吧。那部分就交给我，要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，咱们可不能像土匪一样到处杀杀掳掠。谁说不能杀杀掳掠？只要劫掠车掉掠人，劫他妈贪官污吏有何不可？真正的问题是臭水下的那群渔夫究竟能不能打？这训练就交给老子吧。究竟能不能打？妈脸的，我敖龙王现在打给你看。来啊，让老子见识见识你这臭水蛇能游多快。刚来的终究要来啊。喵。不过总算有个奇招，我这身武艺肯定能做到更多。罗萨加入队伍，神枪会帮众加入部队。麻省你。OK。这个是。OK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我觉得神枪会比较好用。好啦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等一下哦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有图影片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左下方的红色小框框按把铃铛打开，也欢迎到我粉丝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那从之前的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开始呢，DLC 开始会成真字幕小帮手。那如果愿意帮我打字幕的话，我会在下部影片放上你的名字，感谢你，或是
有一些小礼物之类的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的，谢谢，拜拜。